外呢，还要提醒您的是哦，从明天凌晨0点开始，国内各市的汽油跟柴油每公升各调涨0.2块钱。调整之后呢，925铅32元，955铅是33.5块钱，985铅每公升35.5元，柴油则是每公升30.7块钱，而台塑也跟进，不过会晚一个小时调整。除了925铅每公升31.9元，还有呢985铅35.7块钱之外，其他价格跟中油是相同的。